Hello， 各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玉峰叔叔，欢迎收看《暗影师章长知识时间》。那今天要测试的就是如何让巴哈姆特不会攻击，就像跟1414的电线杆一样，没有，它是1313电线杆。首先就是踩下巴哈姆特。命とは覚悟も素晴らしい。私の役目はここまでだ。哦，结果对方丢了两只的潜行手下，那我的巴哈姆特就被赋予，如果敌方场上的从者数为两个以上时，则这个从者无法攻击对方主战者。No， 结果巴哈姆特什么事都不能做。你们听到这个巴哈姆特悲惨的叫声？不想打。打不到，那我就只能直接结束，让对方打了。死にたくなかったらどいてな。覚悟はいいですか。死にがいありそうじゃねえの。今天长知识时间就是那么简单。只要巴哈姆特在场，然后对方丢下两个前线的角色的时候，那巴哈姆特是无法对任何角色进行攻击的，那还就是一个1313的电线杆，这是太实在是太棒了呢。长知识时间，我们下回见哦。那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，也欢迎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哦，我会帮你做测试的。那大家再见，拜拜。